我不选中场，谁选中场？过来看一下是谁。四个紫色的靓仔得进板子防无限狙，可惜没来追我，去大船追他。那无限狙上来了，这点位没法溜，得吃狙了。豹子不能扛锯子，没招。大船不好溜，靓仔双加速拉走。转到中场了，我能帮忙。靓仔又拉无限狙，我的香水可以端。先不修了，该去了，修机不如断狙。下板子了，靓仔绕圈，我马上来到你身边。来的真巧，放香水顶雕有加速，快拿走。他板弹转大门，我收集加速转小船。分开走是好的，闪眼好了，没进板子。身为钩飞轮没闪的骗我飞轮了。也还好，毕竟香水脱好了，你还不闪吗？经常选的点位被追了，思路很清晰，知道怎么溜。守夜人在后边，我先绕一圈。若封好了要被吸，但是我能进板子。看下神威能进的，进板子我就先下了。若封还没取消，到身后我就放香水，因为出刀真的快。没出刀的得勾引下板子，不抽刀的吗？好吧，踢板子了就剩短板了，不好搏了。下瓶香水不好脱好，跳板过来在身后，假装翻板往左走，骗到了。好，再往后走，拉开香水马上就能好。又开若风了，让化痰躲一躲，到脸上了就放香水。手速不慢，全靠预判，正好能进板子拉走了。等下板子让他跳，消耗能量，或者不跳的话踢板子也行，反正我转走了。我听到了，跳过来了，在身后。若风该好了，不下板子骗一刀，绕板子骗抽刀，拖时间开若风了，往回走，靠近了预判出刀，失败了，进板子可以下，被吸反向了，别急，香水还在。又来了，快走，回头了，丢蝴蝶要飞，我进板子了，帮我扛了一刀，谢谢。暂时没飞过不来，我可以下板子，但是他可以交技能，那就看动向。扭头了，要闪了，叫飞轮翻过去，飞快好了，得防，没踢板子是要飞，往右走，骗他飞，没骗刀，又丢蝶飞脸上，往左走，不翻板躲一刀再翻过去。另一块板子还没下过，得卡，想加血来着，感觉来不及，不加了。准备搏一，不搏要飞，往里躲，飞过来到脸上盖板子，趁现在转走了，去下一块板子。飞还没好，不用回头，飞好的时候我也进板子了，过来卡板子，假装搏一，但实际不搏，我得绕给四爷，假装下板骗抽刀，丢蝴蝶我走了，躲着不让飞，随时反绕飞后边了，就在脸上得躲刀，往左蓄力刀往右躲掉了。他治愈好了，又来帮我了，他卡板子就行，我可以走，没该刀没刺刀，暂时不能走，回来绕飞该好了，注意走位。中场有板子，女鬼追我也能溜，放个香水再说。出刀回速拉走了，哎算了不走了，走了香水拖不好，下块板吃个闪而不闪，好吧我走了。要白给骗你的，我有飞轮躲一刀，好吧蓄力刀没事，有跳板飞上来。不是哥们，我记得这局是排位呀，放瓶香水拉扯一下，大空地暂时跟不上来，能进板子就行，下板往左走，骗闪往回走，闪了我能翻没事。给我一勾不出刀，想搏真色问题不大，我骗还不出刀哟，还得骗我骗，给我一刀我再捞，吃刀就能溜，能进墓地的我扛钩子就行。看前方电车来了，要不上个车，回头躲刀出钩了，勾我没事，电车到了，交闪了，好吧不对没打中，飞不了，能进板可以下的，反正有飞轮躲一刀，飞到脸上我飞轮进不了板子，不进了放下去拉走，身位够远的打不到，甚至偏我翻过去没点溜，得回缩进板子，身上有蝶能断飞，身位这么远的可以上高台玩荡神。哎不是人呢，追我续节奏，闪还没交呢，拉火了直接放香水，我真的点了，可惜没放出来，快上楼吧，电机差挺多的，得玩跳楼箱稳拖时间。这有棵树，上楼会出圈，开二阶了有减速，好在身位足够远，我先放香水，我先下楼，又能拉开进板子或者回缩更好，看他给不给机会。拉火了，我回缩，我上来了，他下去了，赚大了，这波没点位能缺，先来个短板博弈，翻过来翻过去，快到脸上我又翻没事，这一次先不翻冲过来了，好吧放香水，可惜没打中，也不能翻板拉走吧，可以接下一块板子跟着我了，我就回回速点非常好，能翻板子还能搏，提前翻还是打不到，从右边来了，这次不翻了我走了，他回速交过了，往左走拉距离，香水能拖好，求稳叫飞轮放香水接刀，没出刀好吧我假装走，等他过来我就回玩点花的。靓仔手电机我修开了，来追我了，拉锯了，我回头叫飞轮断个锯，顺便冲海边，大门点上了，这时候去海边应该正好能跳地胶，如果海边有地胶的话，其实我不知道刷没刷，还得吃一锯，但不倒就行，直接冲，没排过地胶，完全就是看运气，但是我选择先发消息告诉队友我要走地胶，让他们先走别逗留，没有的话就再溜，没想到真有，门也开了，下个板子就能走，司机卡的刚刚好，靓仔都没反应过来。
用兵入殓时再修机压好了，元首府来了可以直接开。然后元首府回牌来追我了，他没带一刀斩，但是我一刀倒追我就对了，队友都是两刀倒，他也确实追不了，他没追击的技能了，因为他早就闪现切市场了。那么代价是什么？不给机会是真的追不到，六道门开了，准备走地窖，正好刷智力，正好能到，靠近了叫飞轮进板子求稳，发消息给队友。这时候佣兵在门里能弹走，过入殓时去排地窖，钢刀往外走躲一刀，回来靠模型接一刀倒了能爬，尽我所能，剩下的交给队友。